弟弟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录桃花坞呢。好啊，录好。我那个什么，跟你说点事儿，你借我一下你那个免发卡怎么样？不是你干啥呀？我今天我要受惩罚了。爸，你就说我把我的卡给你用了，有啥好处？对呀，对呀。你说，你随便说。那我给就给啊，我好自己好不容易抽到的两张。确实。而且他有两张，这是最稀的，他有两张，穷的，总共四张。你说吧，你说什么？一年才四张，你说什么都行，好卑微。我说什么都行。嗯。等会儿，你们现在现场吗？是啊，弟弟，现在全国观众都听着，全国观众都听着你跟老秦谈条件呢。明白了，那我觉得我应该就现在正式录制，我为了我这个形象。我作为这个咱们兄弟情深，我就直接耿直一点。好，送给我。我不借，我不借。漂亮，弟弟，漂亮。老花屋录的开心哦，常回家看看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快乐的家人们，拜拜。